树。我要看到一片森林，了不了解？了解。像不像河南人？像。陈国群就是你们的。我们才是最懂战争的一代，用烟火代替烟硝，拿荧光棒打败坦克车。掩护掩护。想回家就打骂这王八蛋。国君为善不欲人知，令人哀怨在哪里？国君就在哪里。我找陈国君，我就是男人了。我觉得我可以得到这个机会，可以成长，真的很棒。这位弟兄，兄弟有在做了，当然弟兄。现在都进部队里面了，就应该好好报效国家，尽忠职守，不要整天想着打混混水摸鱼了。我是自愿意的，我是不愿意的。我们这才是报效国家，好不好？哎，干嘛？对。在一个高到根本看不到的地方，就会有个声音告诉你，因为国家需要你。反正你记得我这句话，在军中什么都是假，只有会。One, two, three.